寿市长韩国瑜在先前的选战期间最后几个月网路声势非常惊人，迅速窜起，当时就有质疑的声音，怀疑韩流的崛起是因为网军制造了流量，甚至怀疑中国方面也有许多乡民以及政治势力加入韩国瑜的网军阵容。现在选后呢，学者与媒体进行了分析，发现助长韩流的网军可能确实存在，其中在 PTT 上有活跃的账号，像是 Mark2165 这名网友的发文在选前三个月开始非常的密集，而且呢，相关的文章内容几乎都是力挺韩国瑜，尤其在 PTT 的正黑板上就是他的主战场，也因为呢他有明显的政治偏好，也特别关心选举的新闻，上线时间很长，回文的速度也很快，被学者认为是符合网军的特性。我完全不知道，我们的小编很少，人数非常的少，年纪也非常的轻，那有很多爱护我们的人在网络上来支持我们，非常感谢，但是不要忘记的，批判我的声浪更大。不过拥有这个账号的使用者也在被指控他是韩国瑜的网军之后，接连在正黑板 PO 了两篇文章，他说呢，抓网军也不是这样抓的，因为韩国瑜从来没给过他500块钱，不认识他，只是呢他在还没有人注意韩国瑜的时候就开始转发相关的新闻了。不过如果说要带风向，他一定会去比较人多的地方。